给你，我跟你说。对，对，上第二分手势。胳膊怎么了？第二分其实在。这是第三番是吧？对对。这吐血吗？你是从背面吐。最后倒了之后，我就留在这儿。罗老板又气又伤心又难过。好，我们拍这场戏最费什么？血。血浆。我所说的那些话都是骗我的。